高圆圆和赵又廷新婚以来屡被传怀孕，最终都是外界太心急。日前高圆圆和赵又廷十指紧扣去看张惠妹演唱会，赵又廷亲口否认太太怀孕，但高圆圆的高腰裤在腹部略显宽松，未能完全打消大家的好奇心。近日高圆圆现身上海车展的某品牌新车发布活动，她的红色蕾丝礼服露出纤腰，这回高圆圆也说没怀上，大家该信了。不是的，所以今天我从头到尾都在吸气，就是我生怕又被人说什么小腹隆起一次怀孕，没有了。为了避免怀孕乌龙，高圆圆也是蛮拼的。车展活动当天，高圆圆和新晋奶爸张震合作代言，台上台下都显示出默契，丝毫看不出来这其实是两人第一次的合作。当高圆圆被媒体问到造人进展，尴尬说会努力时，张震主动插话帮高圆圆解围，称愿意给对方一些经验。高圆圆也会意接话说好啊，就此结束话题。 yes 流行文中心上海报道。